哎呦，殿下，你就知道要教训温硕，你就不能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看看你吗？若是看了，便回大理寺。说不准，试试看。好，那便许你多看上几眼。文硕，你在。属实相，时间到了，便带任大人回去。哦，说慢点。我盯。一。真好看。怎么？后悔吗？只有时下的时间可以盯着殿下，然后就被拉回大理寺。这么吃亏的事情我才不干呢！反正以后有的是机会可以看殿下，又不着急。